肤色真的是应该是属于喜欢冲浪那一型的哦。第二位小颖，小颖，这里有小颖的迷是吗？那是，那肯定。第三位 Christina。接下来是花花，接下来是珍珍，这是田姐儿一位啊，好笑啊，欢迎嘉荣。在我们这里的环飞艳秀都有，样样有。接下来欢迎小军，我也好希望能够扮成这种肤色。小军的衣服每次都还让我蛮惊艳的。那是妞妞。朱皮儿，接下来是欲望大街的小燕子，欢迎悠悠。标准装扮啊，米安，欢迎，好运动哦。哎，接下来是兔兔，来自爱爱屋的蝶。欢迎情趣梦天堂的天使 Luna。 欢迎小绿，双手借给我，给台上这些所有的 MC 掌声鼓励，感恩大家。来，漂亮的 SG 们，我们往前一步，好不好？让大家呢为你们呢拍个照，留下呢美丽的照片。哦，真的是。今天是博展的最后一天，大家抓紧机会啦。那是，哦，好好的拍个照。你看这个小麦色配上这种桃红色或粉红色，就变很亮，对吧？很会穿，厉害，太棒了，各位！哇，我们工作人员还有这种桃红色的头发，太厉害了，我真的是太厉害了！桃红色的头发是帅哥，真的是。奇怪，我昨天看他应该还是正常的头发，怎么变成粉红色？他等一下走上来，把假发直接拿掉了。拿掉，我们假发是我，不是他。还要证明他是真的。好吧，最后十秒钟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谢谢所有的 SG， 来，请到后面休息啦。来吧，视频，从正。